这就不能种了，水的转折啊，转怎么转进来啊？这个在水后面再转进来。这也是，转进来，乘两层。我上次说的，这边种，这边种，这边一定要放轻它，好、哦，这个水才从里面出来。假如这边也种，那就糟糕了。这边也就一层，就是因为有这块石头，所以这个水才会这样流下来。
这就是有一点原因，自己有些下面都不用做了。当然要特别标榜，有些这个指定是虎口瀑布的，必要是立个几桩就好了。那等干了以后再处理。比较特殊的。表示这个立一个啊，就这个景是从这边虎口瀑布来。部分有没有跳出来，或哪一部分好像没有连起来？水中，那我们再转回来。我建议呢，就这个在前面，在一层，这个是在后面。那水仍然继续流啊，流到这个的后面看不到而已。那这水量再转进来，啊，画的同时就考虑了，那这个宽这个紧，那才有伸进去啊。这样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。这样有一点，不要这样从里面再流转弯下来。
应该选一家呢？这边有三条太一样，我就把这个再拉前，再把这两个退后。这个是在前面的。一度很差，这个差这个前面的那个那个滚下的浪花。我比较不会这样，要笔锋去刷，我整支笔这样下去肚子啊、哦，那个才有滚起来的那个。秒秒都不一样，它滚动的很激烈的时候。这个就让它一点轻飘飘的啊，变成有点像我们讲的流云了、啊、这个就滚起来云，那有些部分的卸下来的云。我是希望这边水强，这边就不要太强，让它表示从这个水从那个石头的后里面再钻下来。好，现在假如要衬托这个那个浮水面很宽，它本来有很多木桩嘛，那我们。就点紧能点小一点，那这个自然这个水一比例上就水量就很大，可以好点表示从那边过来、嗯、或这边有几个栏杆，有几个铁栏杆、嗯、好，那适合点紧的，不要在画面太中间，嗯嗯，好，大概点在这个地方。因为它水量很大了，就可能比较不适合点灰鸟。那这样落差很高的，空间很大，这地方是可以点飞的鸟。哦，飞鸟。
我看点点好。